哎，咱这是啥物？啥物笋啊？这乌栗啊。乌栗啊。咱这边就较无石头，无，这哦，迄原底的拢无石头了，捡石头，有人爱人捡石头，你把底底，底底好看。较奇怪吼，迄顶下砍就差真多，迄顶砍就少济石头，啊，再下砍就一寡石头都无。是的，嘿哦，三十啊，伊摆砍就有啊。家己砍，对。我讲每年红砍拢靠，靠六七千哦。哦，一工人安尼。嘿嘿。家己砍免钱。哦。是讲家己砍，可能一工砍袂起啊。嘿嘿。咱外行的。哦，迄树头真济吼，啊，树头啊，你拢砍起来？哦，砍起来，嘿，拢爱拔掉遐。算讲迄老竹头，哎，啊砍掉啊，伊每年拢爱砍，就是迄老竹头啊。哦。因为我在找较清气啦。我是讲，今仔做一礼拜，嘛紧啦，安尼有好食就好啊。有啦，这菜拢一定有啊。今年较侪雨笋啊，会较好。今年我算播得较早哩啦，量毛较侪啦。有较侪。嗯。反正本钱拢算。本钱。哦，佫有生香菇咧。嘿嘿，这有毒啊！这有毒吗？迄款菇有毒。这毋是鸡肉丝菇啊？毋是。鸡巴是猪肉吼，是这。
啊，好啊，袂紧啊。我顺不顺？伫底有啊，钓发出来吼，就足大块个。哦。伊即技法嘞。哦。Thank you.